这个世界有多甜，眷顾平凡的少年，借你的笑颜，地球转一圈，好把一辈子晕眩。别偷听我的心愿，我想它已经灵验，等无边的黑夜输给地平线，见证孤单的终点。我不管他们说什么天高路远，我除了你没有第二志愿，就让歌在最蓝天悲伤送给诗篇。我拼的总有些遗憾，只能亏欠，变成这不旅途中珍惜，感谢你说遗憾那一句，世界上有65亿人口，能遇到一个和你默契十足、心意相通的人的几率，比寻找两个裂齿弧度一模一样的银杏叶的几率还低。耿直又专情的，声也不错，怎么看还是仙道最有魅力。流川枫才是第一男神。三井好看，那三井好看，流川枫最帅。三井好看，不是，哎，流川枫。看隔壁的转学生流川枫，你不看吗？洛枳同学，啊，又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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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次我们聊天的时候，洛枳都像跟局外人一样。洛枳同学，洛枳同学，你们几个怎么把漫画书带到学校来了？啊！快走！好，站住！
人了，三心自检查，把家长带到学校来。没事了，上去。眼前这个搭救我的人，就是我从小记挂着的那个男孩，也是我注定要用一生在人群中追逐的那道光。乐志，到我办公室来。乐志啊，你真是一如既往的优秀啊，这一次考884分，这可是上榜的分数啊。来，你字写的比较好，来帮我填一下分数表，然后去复印，家长会的时候要用。分数表在哪？哎，洛芷，这一次你不能写到这儿，你得写到这儿啊，这一次你不是第一名了，第一名是921.5分，是盛淮南。这个盛淮南优秀，刚从外面转到我们学校，还没搞清情况呢，就拿了个全年级第一，太优秀啊。罗芷，你也别灰心啊，继续努力，争取在期末的时候超过他。哎，洛芷，你怎么会写盛淮南这三个字的？我也不知道，凭直觉吧。哦，直觉，直觉都这么准，你也很优秀啊，好好抄。嗯，写你和我的名字时最好看的间距。好想当一次第一名，看看到底是什么样的感觉。蔡振华啊，想要超越文科理科双箭头，我看比登天还难。0.6厘米，成绩公布栏上我跟他的名字之间不变的距离，终于成为我跟他之间最近的，却也是最远的距离。同学，你硫化氢分子式写错了。
有没有看过一部动画片，叫《岁月的童话》？迪士尼的？不是。里面有一段情节是这样的：一个五年级的女孩在放学的路上被一个暗恋她的男孩给拦住了。男孩红着脸想了老半天，也不知道怎么开口表白。于是，他就问了女孩一个奇怪的问题。什么问题？晴天、阴天、下雨天，你比较喜欢哪一种？下雨天。我没问你。总之，女孩害羞地想了想，然后回答：阴天。于是男孩听了特别高兴，笑得很灿烂，回答说：我也是啊。然后就跑开了。完了。嗯，完了。好浪漫。为什么？所谓浪漫，不就是没有后来吗？同学，请问你叫？我要回教室了。小青啊，一会儿弄倒的人可得请喝饮料。好嘞。淮南，外头找。陈淮南，王主任让我给你的报名表。二班的洛枳，你知道我？当然了，每次考试排名你都在我后面，把我追得可紧张了，每次也都不敢松懈，生怕被你给追上。盛淮南，王主任让我把这个报名表给你。谢谢啊。为什么面对他的时候，我连句话都说不好？是我自己让自己变得卑微。沈淮南，这次我一定不会再逃跑，我要站在你面前，堂堂正正地赢你一次。我要你记住我的名字。王主任，我也要报名缅甸学生大使的甄选。啊？
同学，帮我叫一下你们班叶展言。谢谢啊。沈淮南找你，淮南，盛淮南，如果这次我赢了，我就告诉你一个秘密。什么秘密？王主任，淮南，我想跟您说个事儿。说。这几个月，我通过国际学生交流网，认识了几位非常优秀的缅甸学生，发现他们对于中华文化非常感兴趣，所以我认为，可以把中国和缅甸之间的艺术文化交流作为这次参访的主轴。希望学校能够给我一个机会，让我代表学校出访，我一定会努力，完成一次成功的国际学生交流。洛芷同学，恭喜你获得了本届正华高中的学生大使代表。可是还有一个同学没有报告呢。盛淮南同学刚刚已经主动弃权，放弃了本次的甄选。我拼命努力想要的，你却不屑一顾。盛淮南，你为什么要放弃？我找盛淮南。盛淮南去操场。这道题还有这种解法，你太厉害了，淮南，果然是学霸。啊，这道题选。这道题你有个步骤错了，所以答案不对。你换个解法。那为什么？我就不想算了。0.6厘米。黑暗中瞳孔的直径，一眨眼便与他遥远。故事讲得好的人，总是知道在哪里结尾，裁剪冗余，留下最好的，直至固步自封，退而节俭。这样，我的秘密就美不胜收。它叫做暗恋，叫做青春，叫做遗憾。叫做见好就收，叫做不老的少年。Had I the heavens embroidered clothes, enrolled with golden and silver lights.The blue and the dim and the dark clothes of night and light and half light. I will spread my clothes under your feet. But I, being poor, have only my dreams. I have spread my dreams under your feet. Tread softly,
because you tread on my dreams.心上的印记，我的天气，我的四季。淮南，谢谢，还是只有你知道我喜欢什么。我们去你宿舍看看。你不是对宿舍有意见吗？我当然有意见了，你们男生宿舍肯定又脏又臭。但是你放着家里的房子不住，非要搬到学校宿舍来，所以我特别想看看你们男生宿舍到底有什么魅力，那么吸引你。我好不容易才离开家里出来住，肯定要好好体验一下大学生活了，住校才有意思。那我就更得替你把把关了，看都哪些人跟你一起住，免得把你带坏。我是住校，又不是混社会，怎么会被带坏？哎呀，我不管，快点，走了走了。要不你先回去吧。好，你们这臭袜子和腌酸菜的味道太凶了，真不知道你该怎么住下去。那你收拾好行李告诉我。嗯，我先走了。拜拜。你怎么搞的？这手机都被你摔死机了。对不起，我刚刚就是一时手滑，我给你道歉。道歉解决得了问题吗？我告诉你，这手机5800，是我妈给我买的上大学的礼物。如果你修不好它，你就等着赔我一新的吧。不是，哎，你这手机你也用了一段时间了吧？你算我便宜点啊？喂，不是什么事儿啊？其他人都不在吗？我不知道。我叫盛淮南，哈尔滨人。我叫张明瑞。运气差是我最大的特长，摔坏了别人5800的手机怎么样？我估计行李我都不用打开了，赔完钱之后直接回老家了。开什么玩笑？好不容易考上了个大学，怎么摔坏了个手机就不读了？可能是因为没钱吧。要不死马当活马医，让我试试。嗯，你真的会修吗？这是正版 iPhone。我高中自己偷学过一阵，
我的手机都是我自己修的。我高中的时候只有学习，别的什么事都干不了。哎，你成绩好吗？你考了多少分？高考705。705？我怎么记得这是今年黑龙江高考理科状元分数啊？你是理科状元？嗯，你是理科状元？我跟高考状元住一个宿舍，真的假的？哎，他们分宿舍的时候是把第一名跟最后一名分一块了吗？啊？其实呢，这个手机刚就是因为摔了一下，这个电池跟主板连接处摔松了，所以才开不了机。现在把它摁紧了之后，应该就没问题了。哇塞，你太厉害了！抱歉。为了表达我的歉意，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最好的兄弟，我以后和你不分彼此。你叫我张明瑞，我叫你老盛，好不好？正式一点的介绍，我叫张明瑞，今年18岁，兴趣爱好是打篮球和棒球，没有女朋友，你可以给我介绍。沈淮南，哈尔滨正华高中的。哎，别看张远，你好，从今天开始我们就是最好的朋友了，好吗？相信我。哎，脱臼了，不会的。简直帅炸了！怎么回事？天哪，倒了一地了！老郑，我今天太倒霉了，身上怎么一股怪味儿？我今天不知道抽什么风，非跟小八打赌，老师今天上课会不会的？然后我输了，他就这样，没事。别！啊，对了，我今天碰到了个美女，好像是你们正华高中女学霸，叫洛什么来着？你有印象吗？大概知道有这么个人，高中文理老跟我并列第一，但是我不认识她，没啥印象。没啥印象。哇！这衣服真的太适合你了，美女。你再考虑一下。这样，我帮你把头发散下来，再给你看看效果，好吗？哇，真的特别好看。你这样走在路上，回头率觉得超高的。我要是个男生啊，都忍不住跟你搭讪。你是正华二班的洛枳吧？你终于认得我了。当然了，咱们之前不是还一起竞争过缅甸学生大使吗？
后来排名表上你的名字会固定出现在我的名字旁边，就像你现在站在我对面一样。我总感觉你特别眼熟，我们是不是认识很久？小的时候在教堂外面，你说让我记着你，说我是你的。你是我的淮南。我就知道你在这儿，给咦，谢谢。情侣款。下这么大雨你还穿裙子跟高跟鞋啊，腿都湿了。这裙子好看吗？我刚买的，特地穿来给你看看，好看吗？好看，这个裙子款式很适合你。我就知道你喜欢，来，快穿上，对吗？我叫江百丽，那个我跟之前的舍友就性格不太合，所以我就搬到你们这儿了。我听老师说了。你好，我叫洛芷，经济系，双修法律。你这么厉害啊，我看你是学霸了。我就没有那么厉害了，我只是学一个心理系。你们另外两个人呢？那张床住的是郭晓晓，她是艺术系的，平时除了打游戏就是往图书馆跑，不经常在寝室。哇，叫吗？郭晓晓。这是动漫迷耶。啊，这里住的是李迷，他是历史系的，平时除了学习呢就是打工，所以也经常不在。那看来我来对地方了，你们这个宿舍全都是书，感觉学习氛围特别的浓厚。啊，你们这有没有什么规矩啊？没有什么规矩的，自在就好。好，谢谢。这里是你的床，这个是你的书桌。谢谢，我自己来吧，我自己收拾。谢谢啊。哦，对了，洛芷。洛芷，对吧？我们两个人加个微信吧，以后方便联络。我也加一下吧。我叫戈壁。戈壁滩的戈，戈壁滩的壁。
你不是还有学生会的事要忙吗？时间快到了，你快去吧啊！我晚上去找你吃饭了，拜拜。拜拜。把门带上啊。好。哎，乐芝。嗯。不好意思啊，刚才我男朋友在，是不是让你不舒服了？那，你有男朋友吗？没有。那你有喜欢的人吗？看你这个表情就是有，肯定有喜欢的人，对不对？谁呀、啊、谁呀、啊？我们学校的吗？啊，来来来来来，有喜欢的人是不是？那我给你算，看，这可是我的宝贝。我跟你说啊，别人找我都算不到的，特别准。来，想着你心里喜欢的人抽一张牌吧。我大二的新室友，所谓人来疯自来熟，说的都是他。不过他也是我最好的闺蜜。原以为我的大学生活就会在追逐盛淮南和拼命学习中单调暗淡的度过，但小神婆江百丽的出现却意外地推动了我们彼此的命运齿轮。我长久的暗恋也进入了一个新的篇章。看不出来老盛有什么不正常的地方了，也看不出来他跟叶展言分手了。我看了。盛淮南前女友，我男神盛淮南又单身了。哼哼，老盛这回成了单身狗，我们寝室的电话肯定又被大帮女孩给打爆了。可不是吗？哎，就行了。你等等，我就这个，这怎么解啊？什么呀？这是。这挺怪的，怎么喝来了？对啊，我不知道。哎，行了行了，下午再说。虽然我们分手了，但你不准太快就别人东西，也不准有新的对象，我不允许，你会特别难过，你答应我。明白。开始，时间就盖上了杯，天真假借，心跳偷偷埋进了座位。你来过谁的三 D， 又淋湿过谁的眼里？何时你写下了多少明天，让我在心中不停问自己。最怕老尚，老尚，嘘，干嘛呀？什么情况？世界有多甜，眷顾平凡的少年，借你的笑颜地球转一圈，
好把一辈子晕眩，别偷听我的心愿，我想他已经灵验，等无边的黑夜输给地平线，见证孤单的终点。我们还有好多好多年，将未完的预言都实现，锁在日记手写的思念，你发足狂奔赶来拥抱我的场景。我不管他们说什么天高路远，我除了你没有第二志愿，就让各自去蓝天，悲伤送给诗篇。